那我们邀请国外的队伍来打呀，对吧？好球，漂亮，非常硬下周琦。一些问题，所以呢导致所有的球队他的训练都没有能够照常的进行。赛前呀，有这个 NBA 的工作人员坐在场边一起聊天看球，也一直在问啊，说今天郭艾伦打不打，打不打，他非常非常的期待郭艾伦能够站在这块球场之上。是，没错，这样呢就腾出周琦加上小丁他们的这个可以去好球全心全意的去投入到进攻当中，节奏始终处在一个对我们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阶段。是的，抛投啊，这样效果会好一点。对方外线扩得大，内线抢得凶。哎，看换防了啊！看郭艾伦打汤普森怎么样？空中一个滞空，好球！时间还有，拉开空间打挡拆，好球！漂亮！好球！哎，别着急，这是我们需要的，比较清晰。给到赵继伟。反击速挺快，来机会了，外线漂亮，怎么样？又了，好球，好球！哎，好球，好球！一定要坚决！你看，我们看啊，拐轮太难了，这篮板不错，漂亮，好球，都十分，就是你有竞争力。你才能够说整体的格局才能上来，还是想掉内线。这次那我们以后组织联赛啊，夏季联赛啊，那我们邀请国外的队伍来打呀，对吧？好球，漂亮，非常硬下周琦。不仅把球扣进，还要走上罚球线。再来看一下这球啊，给的确实好。今天啊，有几次空中接力，特别是郭艾伦传出了几个好球，真的是。这边大王提上来，郭艾伦小抛投怎么样？好球！哎，对，哎，早就说了，你中断机。郭艾伦看速度，造成下伤，这样的话也会在后面择日进行补赛。但是补赛的日期，现在 NBA 的官方还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过来去看一下球，但是具体也要看实际情况。是。郭艾伦再推一个，漂亮，打得很兴奋啊！郭艾伦，注意时间，3秒2秒，郭艾伦，好，漂亮，郭艾伦。我们在看表，哦，这球没给哨吗？再有掩护，好球，底角阿布杜，看终结这一下，漂亮，漂亮，阿布杜。分散，好球，郭艾伦，又一个，打了一个5-0，是